早安，我是道路官员，是个健壮好动，因为我可以找到几个学生和我们的打算吗？只要是个人回来，我们会在打算附近安排小家庭的活动，方便学生去上课，还可以让他们体验马来西亚的夏季生活。好的，有什么事情我们会通知你。谢谢你们的合作。老公，我想说 USM 要做一个一级学者的行动。有一个从济南大学来的机会，现在说专门的问我，我想小一个追求，当我们的汉子可以吗？不要了。可以，老公，我想结婚，我就如果我的事喜欢动，如果我就拜会外里了。好，随便你吧，只要你甘心就行了。谢谢老公，我爱你。早上好，我是梅娇，我来自济南大学的学生。我想你们可以招多多指导。欢迎新来的梅娇，我女朋友说你很漂亮。我的亲妈妈是爸爸。欢迎到我们的家。对不起，这里只有手机和茶几。嘿，你以前知道有 ATM 是用来存钱的，那就想试是吧？就用这个。你什么时候要回你的国家？别人的国家不还是吗？我来这里要学习，我不要跟谁交交。原来你能说话呀，我还以为你不能说话呢。我说这份好吃吗？很好吃，我吃完了。你敢吃呀？既然不高兴，
要学吗？中学要学吗？没事啊，我好好的。你们三个人来见我一下，我听说很多关于你们省不会的心情。我们做什么？听说你们有偷东西什么？没有，我们没有偷什么东西。老师，他们真的没有做错。那个时候他们和我在一起。什么？对，老师。好，我先请谢谢先生，你们可以结束说你们的事。嘿，你累一下。我有看谢你办事的我，还有跟你说对不起，因为我总是欺负你。没关系，不是希望。有机会的话，你在这里，你在这里吧，我要带你去逛逛。你请不要来吗？好吗？爸爸也爱你，你要认真学习好吗？谢谢爸爸和妈妈，谢谢你们照顾我的儿，好吧？啊，我们走吧。谢谢。